妈的凯琳扯裤给你逮逮，还能进女人吗？怕逮个哪里啊？不逮个这里啊？你上来说我还说我啊？就在光脚那个逮那个你不照样守在这里吗？哎呀哎呀，可以了。这个珍珠大项链了，给打不拉甜用，不拉甜。咱这料了也客气了，看我手跟帘子，咱这买的比小孩买零食好的，真沉着好。你看着我上下就弄的。我发现这次肯定买的比上次多，上次买多少钱来着？六多。给弄了，掉了20，弄了，这给你丢了20啊？这次你不要拿钱喽？这扯来给我腿断喽！哎呦喂，弄败家了哈！哎呦，我砍好几两个骨子呢，把这骨子卸下来。骨子有什么用啊？那小几长了，还能焊那个铁架子，搁那个铁一级搁上啊，好不好卸啊？你要干嘛？你要下来啊？你要做这个？坏了。嘞。好，来。给奶奶也得弄坏了呢。弄，给你这个。来，我给你这个小罐雷。看看哪个好卸。800多块钱买的小对折，现在就剩十个骨子没有。阿妈，你说你败不败家？啊，直接破烂能不能值100块钱啊？你把这个退换一个。你光那手啊，我拿龙王手说看有没有。干这活比摆玉米还累。不收不知道，一收吓一跳。你在这看好了哈，不要给保洁叔叔阿姨拿走了哈。什么好东西呗？不是好东西，什么一大一大摆下来的。我操，你拿远这就开始。这个要放在那个旧物回收里面，这是我刚才你妈妈结婚时候用的。我这把车留给你，你那车给我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好，我气走了啊，这也不贵。韩老弟一看就不会算账啊，这个车我会骑，我那车韩老弟会骑吗？啊，走回家卖破烂。拜拜了，我的小安。骑上我心爱的三轮车，他永远不会堵车。就这一打是贼重的。肯定比上次买的多，最起码100多块钱。一车真装不下去，使劲撑上路，捆起来。我也怕它掉了，掉了不客气了。检查检查，里边有没有我死方便。哎呦，我范范。没有嘞，哪有啊？有没有清楚啊？我清楚哪有清嘞，空的嘞。这个小子陪了我十几年了，这个套壶小锁还是我第一次出门，阿妈给我磨的，转眼都十几年过去了，一定要好好收起来。哎，一到年限了，十几年了，我17岁出来的，今年28岁，11年了。最后再把这个车子放上去压着，哎呦，完美，哎呦，我靠，妈呀，我1.78米的个子，这不得2米啊？门口的垃圾给它捡捡，哎，赶紧掉。不能给环卫阿姨增加负担，对不对，太君？是的。这个乙基啊，放哪掉啊？全部给我卖了，卖成钱，那是不是？卖成钱买糖吃。你干嘛的？你下来，你不去，在家跟奶奶在家。我还去。你去干嘛？我去拿钱。上次钱都给你拿掉了，你还去拿钱？他吃饭啦，有几只的？那你数一数几只？一、二，这是他的哥哥吗？是的呀，一个弟弟，一个哥哥，哪个是你？这不我啊？这是你啊？嗯。下面就是重头戏，这个纸箱，全靠这个纸箱卖钱。泡沫5.8。泡沫才5.8毛钱啊？嗯。那么一大堆，哎，这纸板多少钱啊？7.5毛。人家不说8毛吗？头几天都是8毛收的。哦。不是跟你撒谎的。这68这个哈。68，行。再给他放屋里面。算钱了。95块钱，哎，可以。你上次多少？上次6.6多。
95块钱，还要不要了？还要。哈哈哈哈哈！明天拉东西了再要啊！走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明天拉东西了再要。妈，拿这么多钱呢？啊？别再拉东西了，再要。上次就拿掉了，这次我得把它装上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买火炭买了95，买东西买了100多。把这个送给我奶奶，走，上车。再去把车取开回来，我走了。嗯，拜拜，走吧，拜拜。